欧阳娜娜举办15岁生日会，笑称还没男生追。昨日，音乐少女欧阳娜娜在台北举办了大提琴生日音乐会，穿着一袭水蓝色礼服，化身 Cinderella 的娜娜仙气十足。从10岁开始，连续5年举办生日音乐会，娜娜坦言还是会很紧张。度过15岁的生日，娜娜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参演的电影《破风》能够大卖。而被问及在学校有没有男生示好时，娜娜笑称，可能在别人眼里，自己还是个小朋友。